与众不同。绘画课上，大家描绘着自己想象中的图画：大树、蜂窝、红花。这是……老师，俺画完了。熊二画的真是又快又好啊！谢谢老师。嘿，我的也快画完了。琪琪王子，你的呢？琪琪王子，你画的是七彩云吗？没错，就是七彩云。本王子厉害吧？叮当！琪琪，你的画真是与众不同啊！猫头鹰老师，与众不同是啥意思呀？与众不同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啊！琪琪王子，能教我一下吗？这是天分，你们学不来。熊大，那俺不是学不会了吗？唉，好伤心呀！与众不同。萌萌，这样子吃饭太没劲了，瞧瞧本王子的。琪琪王子加油。琪琪王子好厉害啊。熊大，俺们去看看。好啊好啊。琪琪你可真厉害，再来一个。对呀对呀，睁大你们的眼睛瞧好了。哇，再来一罐。你好棒啊好棒啊，这也太厉害厉害了。琪琪，你越来越与众不同了。俺的尾巴太短了，抓不了勺子。那当然，这可是琪琪王子。可不是嘛。俺是第一。睡觉喽。真舒服。琪琪王子，你在做什么啊？琪琪王子，琪琪，你这是要干啥呀？瞧本王子啊。你们看，真有意思，我也要去学。毛毛，琪琪，你这样睡能舒服吗？当然舒服了，你们看我用尾巴拴着还能荡秋千呢。那好吧。琪琪，这也是天分吧？俺又学不会了。那是当然。琪琪王子，看我的。对呀，毛毛也有长尾巴，俺来帮你。小心点，你也可以的。小心，没事吧？太难了，我还是睡床上吧。毛毛都不行，还是本王子厉害。大家睡得这么香。还是床舒服。吃不下了。吃不下了。这样睡好累呀。小朋友们站好。琪琪，才睡醒就这么没精神啊？挺胸抬头。这节课我们的任务是组装平板车运送沙袋到那边的终点。
现在两人一组，自由组队。哇！琪琪王子，准备好了吗？嗯，我们一定要造一个与众不同的小车。好。琪琪王子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插到底座四周当护栏，这样沙袋就不会掉下去了。不不不，这样太普通了。啊，那该怎么做呢？毛毛，你要相信本王子，我们的车一定既特别又好用。嘿嘿，嗯。完成，雪儿，俺们走。雪儿，俺们出发吧。出发了。哎，毛毛，你瞧，这样才与众不同嘛。这种排列方式还是风轮子，能推动它吗？嘿嘿，怎么样？是不是被本王子与众不同的轮子给惊艳到了？可是方轮子，毛毛，你相信本王子吗？对嘛，我们去装沙袋。加油，加油，耶！耶！耶！来，我们去看看吉吉毛毛做的怎么样。嗯，吉吉毛毛，好特别的车呀！那是当然，本王子的车可不是一般的车。怎么样，本王子是不是很厉害？吉吉，沙袋这样放不会掉吗？绝对不会。吉吉，你的车轮咋是方的？这可是本王子。方轮子能推动吗？当然能。太好了。俺就说推不动嘛。吉吉，还是赶一下吧，本王子还没使出全力呢。吉吉，没事吧？与众不同太难了，本王子不玩了。什么？与众不同？熊大，大黑熊老师，大黑熊老师。哦，原来是因为这个与众不同啊！我，吉吉啊，我讲一个老师小时候的故事吧。老师的故事？对，是老师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，有一天，啊，哇，老师特别羡慕那只帅气的小鸟，当时就想啊。如果能像小鸟一样帅气，那多好啊！在其他小朋友眼里，也肯定显得与众不同。于是我找到了颜料，给自己涂上了颜色。哎，当当当当！你们看我帅不帅呀？别走啊！吉吉啊。追求新奇挺好的，但也不是什么事儿都要跟别人不同。嗯，比如轮子是圆的，方的就滚不动。睡觉当然是在床上才舒服了。知道了，老师，我要和毛毛一起再坐一辆小车。吉吉，俺帮你，还有俺。哦，好啊。大黑熊老师，你看，哇，这就是我们造的新车，怎么样？嗯，不错，但是能不能推动呢？没问题，毛毛，好嘞。嘿，耶耶，可以啦，吉吉王子。熊大熊二，走。嗯，快来，走喽。哇、哦。真棒！不懂装懂的吉吉，熊大凯特跟吉吉答应了山羊爷爷，
周末要帮他采摘蔬菜。凯特，走啦，凯特，快点呀，凯特，来啦！凯特，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呀？啊，这个呀，这个是不倒翁，是我爸爸送给我的。哎，好可爱呀！哇，好多蔬菜呀，摘菜喽！好。哎，吉吉王子，你知道右边是什么瓜吗？本王子可是什么都知道的哦。哎，两边好像都是黄瓜，一个长一点，一个短一点。长的是大黄瓜，短的是小黄瓜。那是丝瓜，短的才是黄瓜呢。你过来看看。这个是丝瓜，虽然呢长得像黄瓜，但不是。吉吉，你该不会不知道丝瓜吧？谁说的？我知道那是丝瓜。短的是黄瓜，本王子也说对了呀。熊大，吉吉萌萌，快来帮帮我！哦，来了来了。土豆，咋没看见土豆呢？本王子来告诉你。吉吉，你快告诉俺，快告诉俺！刚才本王子弄错了，这一次我得让熊大知道本王子懂很多东西。吉吉，你说啥呢？没说什么。看不见土豆是因为还没长出来呗，是吗？那当然，我们给他们多浇点水，土豆喝饱了就出来了。哎，土豆，你可要快点长出来哦。熊大，吉吉，露娜姐，你们干嘛呢？快停下！你们浇那么多水，会淹坏土豆的。啊？可是不浇水，土豆咋长出来呀？开了！哎，土豆是长在土里的。吉吉，你不是说它还没长出来吗？本王子跟你开玩笑的。终于摘完了。吉吉王子，熊大，我还有事儿，剩下的就拜托你们了。交给俺们吧。再见，再见。熊大，吉吉，快来帮帮我！咋了，凯特？刚才干活的时候，不小心把不倒翁给挤坏了。别着急，让俺看看。材质应该是塑料，好轻啊，还有弹性，好像是空心的。有什么办法能修好吗？这个，这个不倒翁看起来跟我家的皮球一样，应该也能系好吧？要是我修好了，他们一定会崇拜本王子的。还是让本王子来吧。吉吉，你会修吗？当然，没有本王子不会的东西。哇，你们看啊，要是让它恢复原样的话，就得挤。不倒翁是空心的，还有弹性，是不是跟皮球一样呢？我家的球瘪了，也是被我一挤就好了。不倒翁应该也差不多。有道理。看我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没事没事，只要再挤压底部就能恢复了。大概能行的。我的不倒翁。
吉吉，你真的知道怎么修不倒翁吗？这个哼，本王子就是会。吉吉，遇到不懂的问题就应该去问大黑熊老师，不懂装懂反而会把事情搞砸的。哼，大黑熊老师都没我懂得多。我都不倒翁。我对不起凯特，我不应该不懂装懂弄坏了你的不倒翁。没事没事，我会让我爸爸看看的，应该能修好。走吧。我们还要把蔬菜拿到储藏室里分类呢。走吧吉吉。明明应该可以修好的，为什么失败了呢？凯特，我的全部分好了。凯特，凯特，吉吉，你做的真快。还有需要帮忙的吗，凯特？没有啦，都差不多啦。凯特，我想起来有事儿要先走了，谢谢你的不倒翁。吉吉，没有。也没有啊，这里也没有。吉吉，需要老师帮忙吗？猫头鹰老师，您来了真是太好了。猫头鹰老师，您知道怎么让不倒翁恢复原状吗？这个，可以用热胀原理呀。热胀原理？热胀原理呀，就是。终于完成了。凯特，熊大，你们快跟我来呀。吉吉，这是要干啥呀？来了你就知道了。吉吉，小心烫哦。不怕，我带了隔热手套呢。吉吉，你要热水干什么呀？嘿嘿。当当，凯特的不倒翁。嘿嘿，现在是本王子施展魔法的时候了。等等，吉吉，你这是要把不倒翁放到热水里去吗？是啊。你可别把它又弄坏了。放心吧，这回我可是查了资料的，你们就看着吧。恢复原状了吧？我的不倒翁好了，我鼓起来了。吉吉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嘿嘿，那是当然。我加些冷水下去，再拿起来。哇，真的好了！吉吉，你究竟是用了什么魔法呀？快点告诉我。吉吉，俺也想知道。这是。热胀原理。热胀原理？对，所谓的热胀原理就像我刚才那样，把不倒翁放进热水里，他肚子里的空气被热水加热就会膨胀，使不倒翁鼓起来恢复原样。吉吉，你可真厉害。没错没错。其实我也是去问老师才明白的。吉吉，你终于不会不懂装懂啦。妈妈的茶话会。天气这么好，看看大家都在干什么吧。
妈，这是俺们刚摘的。谢谢你啊，熊二。熊妈妈。啊？熊妈妈，我们来了。我们要在后天办一个茶话会，到时候你能过来吗？好啊，我一定去。茶话会，我是不是也要准备一下呀？妈妈。啊？俺们去给小月亮和凯特送桃子蛋糕。好，路上小心啊。妈妈再见。小月亮，桃子蛋糕送来了。爸爸小二。小月亮妈妈好，这是俺们做的蛋糕，你正好可以尝一尝。谢谢你们。嗯，不用谢。小月亮妈妈，您的围巾真好看。啊，谢谢。这可是我特意为茶话会准备的呢，我也正好要化妆。啊，瞧我这黑眼圈，怎么办？怎么参加茶话会呀？要去到美容院才行。哎，凯特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俺们还想给你送蛋糕呢。妈妈为了茶话会去买新帽子，我就来找小月亮啦。等一下，什么茶话会呀？是一个小聚会。所以我们的妈妈都在打扮自己。嗯，呵呵，啊，真有意思，俺们也要帮妈妈打扮。啊，熊大熊二，你们回来了。妈妈，哎，妈妈妈妈，妈妈妈妈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快和俺们一起去美容院吧。啊，美容院？俺们走吧。等等。啊。你们两个小家伙今天是怎么了？为了明天的妈妈聚会呀。小月亮妈妈就去了美容院呢。要消灭黑圈眼。黑眼圈？对对对，黑眼圈。妈妈你也要去？妈妈又没有黑眼圈，不用去美容院。再说了，妈妈现在不是挺美的吗？你们说对吧？妈妈最好看了。好了好了，不逗你们了。妈妈还有好多家务要做呢。熊二，你干啥呀？妈妈去不上美容院了，这可咋办呀？对哦，俺们找凯特和小月亮帮忙吧。对哦，女孩子都会打扮。怎么打扮妈妈？当然是漂亮的饰品啦。你们跟我来。哇，这里是妈妈给我买的帽子和丝巾。都可以借给你们。那熊大，让俺替妈妈试试。给。咦？再试试这个。凯特，这些帽子和丝巾都太小了。哇，花环，我有办法啦！完成了，怎么样，漂亮吧？哇，给你。妈妈戴上肯定很好看。哇，真的好漂亮。谢谢你凯特。不用客气，希望熊妈妈会喜欢。俺们再去问问小月亮有什么好主意。打扮。对啊对啊。太棒了，交给我吧。你们跟我来，坐在这儿，这个给你们。黄瓜片。当当当当，你们看好了，这可是我向妈妈学来的。哦，先用黄瓜片敷脸。熊二，你就知道吃，这样敷好脸就可以涂粉了。哇，好香呀。然后画眉毛，涂腮红，还有口红，就完成了。哇，熊二你可真好看。熊大你也好看。俺们快去给妈妈也画一个。小月亮谢谢你。真好看。哎呀，总算忙完了，可以去茶话会了。妈妈，您还有任务没完成呢。啊？什
什么任务啊？赶来吧，妈妈快坐。好嘞，你们让俺们来好好打扮妈妈吧。先面膜，俺来。妈妈，俺先给你做面膜。熊儿，还是俺来吧，你端着。熊儿，要抓紧了，妈妈做面膜要好一会儿呢。妈妈，好了，现在正式开始，涂上脸白白的，香香的，拿着，皮肤就更好了。妈妈，舒服吗？画眼睛的，好。妈妈，来个双色眉毛，一定好看。你们俩真的会吗？当然，俺们可是跟小月亮学了好久的。哦，开始吧。画脸的。手环，好啦，这是不是有点不一样？哟，画完了，我看看。没问题的，俺们妈妈一定是最漂亮的。好的，我们马上来，茶话会要迟到了，我们快走吧。妈妈，俺们来了。熊二，快点，快点，抓到脸，抓到脸。熊大、熊二，你们好啊。你好呀，袋鼠小公。你好啊，袋鼠小公。你是？地震了！地震了！地震了！没地震，是我。哟，没受伤吧？蹦蹦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妈妈，茶话会要开始了，俺们得快点儿。这是谁呀？不认识啊。好香啊，尝尝。熊大熊二，你们来啦！妈妈做了好多好吃的。凯特，凯特，呀，熊大熊二，是你们来了呀！啊，你们怎么了？我来了。凯特妈妈，熊妈妈。你是熊妈妈？怎么了？一定是觉得妈妈很漂亮。肯定是。熊妈妈，我给您镜子看看。哦，好。这是谁呀？这。哎，妈妈，不好看吗？妈妈知道你们的心意，可是这么突然的改变，妈妈还需要时间接受。熊大熊二，熊大熊二，把熊妈妈借给我一会儿好吗？一会儿就好。熊二，你还是啊？喏，最后一小块了。孩子们，我们回来了。哇！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你真美。就是啊，长太胖了，挺好的，比以前漂亮。这些插画可真好看，谢谢。如果你感兴趣，我们可以一起插画呀。小蝴蝶，可以吗？那真是太好了。新出炉的蛋糕来啦！哇，让我尝尝。这蛋糕真好吃。来，不如改天我们一边做蛋糕一边学插画怎么样？好。熊二，给你。哇，是蛋糕。熊大熊二，那个，你们喜欢妈妈今天的改变吗？喜欢。有你们关心妈妈呀，妈妈真的很开心。妈妈，在俺们心里，妈妈永远最美丽。俺也是这么想的。